挂了后啊，不挂点喜酒，像他肝的部位、肝功能。刮的时候，一个部位刮完，就两三下杀戮出来，刮完再换另外一个。会腰酸，会，会，一般人都会腰酸，不一定吧，老师有没有说胖的人和瘦的人在刮的那感受不一样？比较有肉的话比较不痛，就是通跟通跟不通了，就分通不通的哈。那以前的是痛，跟橡皮人瘦子，没有不用吧？其实也不是很痛，相对而言，刮不舒服，全部刮了这样子是痛。可是其实吓死就好了，就都不痛了。对，在刮的时候痛，可是过了现在也还好，可以忍耐。哦，过后以后他就整个人就好舒服。他不知道还没结束。对啊，那个头痛好几天了、啊、然后都就刮了，止痛药都没有效。我后来朋友就看我说，通常随便都可以，就是一边都可以。